姐，你干啥的？你干啥？你干啥的？快点！干啥的？怎么的？给骂人家不要进来。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每天都在哭哎！我看他们的现实动态，他们是从第一站哭到昨天那站，每站都哭，眼泪都像珍珠一样。今天壮壮美不美？今天充满了水蜜桃的香气了。现场呢？我前几天刚好刚拍完了《综艺玩很大》，玩很大一结束之后，马上就到台中洲际棒球场，为我们的台湾 Team 台湾加油这样。那我觉得，其实在这一次中华队的表现真的非常的可圈可点，让大家看到台湾的体育真的是有更加进步，更大家更有期待的地方。对，谁一起去啊？去观赛？昨天嘛，也是跟很多热天女孩一起去。对，我们整个就是上面舞台上是经典女孩，还有经典团长。那我们下面一台也是他们最经典的应援团，为他们一起加油，然后就跟着所有洲际棒球场所有的球迷朋友坐在一起加油。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每天都在哭哎！我看他们的现实动态，他们是从第一站哭到昨天那站，每站都哭，眼泪都像珍珠一样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感动，像是从意大利来，就是我们是一个逆转胜嘛，然后又到了荷兰，那个我们已经10年了，重新又对上荷兰，然后可以拿下这么好看的一场胜利，真的是在现场会很热血沸腾。对，那有没有谁哭得最夸张？爆料一下，你自己觉得说，就觉得太夸张了。我目前是觉得很想跟我们的乐天女孩的队长喊话一下，兰兰，那个表情控管的部分，对，表情控管，我看很多网友那个还有球迷朋友的现实动态，那个哭到那个整个鼻子跟脸都皱在一起，但还是很可爱，还是很可爱，是很可爱。对，这次我觉得很可惜，没有就是参加经典赛。其实还是会微微的觉得啊，好可惜这次没有参与到，因为刚好时间上的安排跟经典赛的安排有一些，从记者会啊、热身赛到正规赛事的时间，刚好有一些已经本来就安排好的工作已经重叠到了。但是呢，就是让自己尽量安排在工作空档之余，就是还是尽力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加油。因为呢，我为了把最后一局看完，看到最后已经没有高铁可以坐了，我就想说怎么办？那我还是要看完吧，我一定要享受一下，就是在台湾呢胜利的氛围。我没有把第九局九下看完，就觉得啊好难过，所以我就决定好，那我看完我坐客运回来好了。结果不夸张，我到草马转运站的时候，所有的客运全满，没有一张票可以回来。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台湾真的是棒球是台湾的国球，真的是所有人都那个呼朋引伴，爸爸妈妈、阿姨、叔叔们通通都出动一起来看了，包车回来，对，包车回来，对。